我不傻你，我也不信你，你知道我是傻子。你不是傻子，白专院的人武功都这么差的吗？你说什么？哼，若不是本少爷，你现在还跟那个长乐区的于宋在一个棺材里卿卿我我，没事吧？好，尝尝，品尝着。味道不错。好啊，你也不帮我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去做卧底野茶子。你先好。阿飞，你有没有礼貌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你暗恋他？我帮你把他绑回来，放我一个真实的秘密。你小屁孩，胡言乱语。走了。赶紧收拾东西，来做个行探。今天都在想怎么样？你说自己也就罢了，干嘛顶我师傅呀？小红书。